主料：排骨500克，板栗5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花椒、老抽、陈皮、桂皮、冰糖、葱、姜、大蒜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到2小时。排骨炸小段起净，排骨过沸水，然后捞出滤水。准备好葱、姜、蒜和八角、桂皮、陈皮。锅中放油烧至6成热，下排骨爆干水分，炒至呈微黄色。排骨翻炒至表面微黄，放入冰糖翻炒。翻炒至排骨金黄，倒入料酒、老抽，翻炒均匀。加入葱、姜、蒜、八角、桂皮、陈皮，煸炒出香味。放水腌过排骨，盖上锅盖炖30分钟。用小刀在洗净的板栗上划上10字刀，再放入水中大火煮5分钟，捞起，趁热就很容易去壳去皮了。加入包好的栗子，继续盖上盖子，小火焖到排骨熟，加入盐翻炒均匀，转大火收汁，撒上香葱，默默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煮好栗子，趁热剥去外壳，比较容易去壳去皮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G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